16 free， 他做8 free 就觉得已经还不错，那他还跨更远。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很有信心，我们是可以值得被考验的。我觉得非常的优质，那一些有读的那个 writer 都没有啊，有很大的安全感，可以帮到我们自己，那也可以带健康给所有的客户。这样他越来越进步，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经营这一件事情。我们真的需要一支没有添加而且纯净的洗发精，因为使用过的客人他就会清楚明白这是他们需要的东西。对设计师来说，我觉得手的部分真的有差很多，完全都不会干裂，然后也不会紧绷，就是非常舒服的。我觉得你们做得很棒啊，一直都很优秀啊，这是我觉得做美发以来共同努力维持下去的动力。我就是很喜欢他们的商品，觉得你们的团队很棒，跟着欧莱德持续爱地球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好。产品的好已经不用赘述了，大家都知道就是台湾之光。我意识到所谓的永续发展、永续环保这件事情不只是说说的议题，连我们小小的发廊都可以选择如何在绿色议题、永续发展上面去做到努力。这也是葛总跟欧莱德一直带给我们的希望。我真的不知道要再怎么讲，但是我只能说很棒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欧莱德，谢谢。